张姐，谢谢。Thank you.
非常感谢你，大家今仔日辛苦啊，非常感谢。
谢咱今日咱七零时，哦，非常感谢你今仔日来马来台湾澎湖做到老街道来道歉，哦，非常感谢，阿大家今仔辛苦。
的员工，感谢你，谢谢。
Thank you.
感谢你，感谢嘛，祝贺咱北
Yeah.
完成你，非常的感谢大家今仔的辛苦。
会的，像之前啊，说他不准讲基金会什么，很久没到家里。
刚讲到这个时候，然后就是说刚才我们说我们说有一点啊，打算跟我们说到了那时候我们说的啊，打算跟我们说
他们会